大咖歌手抢着要发片。十一月开始，你听歌听到头晕目眩。哎，啊，接下来我们还是欢迎那个人气乐团啊，苏打绿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苏打绿。哇，十月到十二月，我们演艺圈真的是太嗨太热闹了。对啊，因为包括我们在内啊，这个段时间总共有38组艺人都要同时发片。好，那这样怎么强敌这么多？我们会不会出不来啊？等一下，这个团体因为有我，销售量绝对会大卖。就像全民最大档有龟莲取代纳豆，收视率绝对会节节高升。这么厉害啊！当然，那接下来这一趴全部让你讲了吧。走了，走走走走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你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对，我说这一点他就这一点，对大哥这一点他就比纳豆强很多啊。是说真的哦，说真的，我觉得今天哦，我们台湾第一部电音的电影又要来了，我们应该要给他们建议什么好听的歌曲可以当他们的主题曲。哦，我知道，黄飞的追追追很适合，因为在电影里面，女警追哪吒，警察追老大，还有儿子怕老爸，所以这首歌很适合。对对，哎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哎。我觉得翁立友的《Genki》比较适合，因为在里面 DJ 啊，就完成自己的梦想，一直很坚持，我觉得很感动。Genki 也辛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张秀清的《车站》比较好。为什么？火车已经到车站，我的心头渐渐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李罗萨的台语就叫做李楼掐，人家电影还没上映，你就诅咒人家冷掐，不要讲别人了，我们的歌比较适合。我们把我们的小情歌一样电影版的改编，就是改编那个台湾政治人物遇到选举的时候那种乱象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麻烦让我们自己弹哈，来。总统大选宣传打得火热，没得宣传你怎么舍得？大家有默契了，快把片不要扔，为了大选切割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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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算大选让整个城市吵闹，别看他们天下受不了，每天看大家追一跑，快关掉，你就弄成无聊的牢骚。就算整个城市被政治洗脑，不要害怕逃跑，我看你闹，只做错事还低。叫我情感和情愿去投这选票。不佩服这个苏打绿啊，剪接真的剪得太好了，可以从那个对嘴唱回现场。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么棒的歌手，他只有写词的话实在太可惜了，所以他应该呢，应该要继续作曲。你站在地方呢，先坐好，我们进个广告，马上回来哈，进广告之前。准备做节目，你千万不要再讲话。这个节目安排的实在太紧凑了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插嘴的机会。你们时间安排成这样的，没有人来上你们特别来宾的。你看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两个家伙演戏演了快20分钟，哎，这20分钟完之后，这个苏打绿他两团就唱了快40分钟。同样的问题，主持人问了一次没有关系，苏打绿又问了第二次，问了两次之后，时间又过了45分钟。我在这个地方本来有一大堆资料讲，弄到我旁边的粉丝团一样，问人都在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时间安排这样太紧凑了，没有人会上你们节目。但是我利用短短的时间呢，我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因为我的主要是命理哦。这个电哪吒呢，其实你能看出来，这个电上面是一个水啊，是个雨，有没有？雨呢就代表水，水主财，遇水则发。所以这个电哪吒的这个遇水则，你不要再打扰我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电就表示会发。那么这个哪呢，你知道吗？它的口
在左边，他耳朵在右边，就是口耳相传。这个电影上去的话，一定会好评不绝一耳。但是这个炸呢，就是大家都讲说这一部戏一上映就会破七亿。你看看，我用十秒钟把我现在讲的一次把它讲完，你为什么没有说时间呢？所以我们知道丁老师的功能呢，就是最后讲一分钟就结束了，因为他也讲不了多久了。一分钟讲完了，你们要过五十分钟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很高兴。哇，这个金龙还一浓缩的一样。好吧，我们希望电龙山能够大卖。电龙山就是大卖。获得大家的喜爱，谢谢蓝金龙啊！谢谢我们的谢欣颖，谢谢罗莎，你最后还要讲什么？11月11号，品质一定要去看电龙山。好。